今年受疫情影响，这台东市区讲较无应拜过元宵节，遐尔闹热。啊，不过依然有一挂店头有更新名去这啊店家的门口讲祈福，也阁有一个人的店头，就是一人爱着这新民商啊，用行的伫这街路了景。台东市区老埔东顶头今年的元宵节绕境，因为疫情取消联合庙会绕境，也无往年安排光桥队伍，是当作家己制作一个牌桥，牌着警方的形象，甲少数信徒安安静静的用行伫市区绕境，拄着店家邀请，也是安安静静前往祈福。体验我们行脚哈，同时呢祈福平疫，让我们的这个疫情呢能赶快平稳哈，让我们台东乡亲。大家能身体健康，能带动我们的经济繁荣。比较特别绕境，对啊，对啊，简单低调这样子啦。往年元宵节台东市区街路会当讲拢塞车，因为今年取消绕境，行车特别顺畅。因为也是有南山的镜头，讲到新招加新奖表演，接受店家的泡茶祈福。有民众讲，今年看不到往年元宵节到来的气氛，真可惜。每年台东每年这个很风行的，一定要看。另外，往年元宵节顶头条件，台东县有真侪固定学生请假参加顶头活动。不过教育处调查，今年只有20位固定学生请假参加顶头。往年元宵节欠课率相关有20%，今年欠课率大约只有0.3%左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